3月18日，据媒体报道，自从章子怡回国坐月子后，老公汪峰是每日到医院去探望爱妻和刚出生的小儿子。近日记者再次捕捉到他从北京朝阳区的某别墅区现身，一路乘车前往章子怡坐月子在的医院。当天汪峰从头到脚一身全黑 look， 十分符合审美直男，简单舒适就低调。车子到达医院侧门，汪峰从车上下来，随后快步疾走直奔医院里去。汪峰临近门口还小跑了几步，看来是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老婆章子怡了。不久前就有媒体拍到汪峰抱着女儿来看望住院的章子怡，还有一次媒体拍到汪峰和助理提着大包小包一起到医院探望老婆，东西太多还要出动司机一起帮忙，而他则抱着一束鲜花，这是要送给老婆的浪漫礼物。看来汪峰还是很有情趣的。